Hello，下午好。来，欢迎大家出席今天的表弟好主意现场烹饪节目。来，请帮我们 like and share 啊，谢谢你们。啊，今天表弟又放你们飞机了，什么云顶山脚下的吗？没有啊，没有啊，你是昨天喊到那个很爽啊。我讲啊，我我明要天做那啊，个你不是说啊，我没有讲过话，是你吧？花路我都买了，有买没有做吗？没。今天做没有做？今天小弟，你没有拿麦？啊，下午好，下午好，来，谢谢大家支持，来。我们有期待吗？这样才有期待吗？什么期待？然后这个希望有期待。不守信用的人呢、下午好，帮我们 like and share，谢谢你们，帮我们分享你留守啊，谢谢你们。不过你丢这么多菜啊，什么呀？菜头菜尾啊，买来没有注意到的东西。来，下午好，请留守啊，谢谢支持啊。啊，如果不得空，帮我们分享出去也行啊，谢谢。次的分享，三次的谢谢啊，谢谢分享。来，今天我们煮什么啊？看一下啊，看一下，乱一下。Hello，表哥表姐下午好，我是表弟。来看看我们今天什么？今天一直瞅着我做咸蛋鸡呀、啊。哎呦，没有人瞅你了，你瞅很久了，很尴尬啊。本来是咸蛋鸡跑出来了，今天做啊。鸡翅膀呢？其实我是想要，只是要这一段的。但是呢，我买了两包，今天是不是宝康鸡啊？宝康鸡没有鸡翅膀，所以我自己去买。我以为是宝康鸡啊，这个不是宝康鸡。所以很软，但是肉比较肉质比较，就没有这样丰啊。没有对。然后那么我就把鸡，但是还是不够，所以我就加了两个酱，几个酱的。来，谢谢分享试吃啊！来，这里鸡差不多是一公斤啊，还一公斤的鸡翅了，一公斤1.2了，差不多1.2，1.2。像我们要腌多少公斤的那个鸡翅啊？说我们腌这个鸡翅，我们要一粒鸡蛋哦，腌鸡蛋腌。还要不准备一颗母鸡蛋呢、啊？一颗母鸡蛋啊。然后，最近你很会讲话。啊，母鸡蛋有错吗？表弟？对啊，没有错。啊，我们准备一颗母鸡蛋啊。难道是母鸭蛋吗，表弟？我们一茶匙的。表弟今天很累，表弟还没有累了，还没有，刚刚睡醒了。来，一茶匙的鸡精粉，一茶匙的，一茶匙的白糖。你看上我，就是半茶匙的糖啊，盐啊，半茶匙的盐。重申啊，一茶匙的鸡精粉，一茶匙的白糖，半茶匙的盐。可以啊，我们说一茶匙的，一汤匙的，一个汤匙的料酒。好像我们是来最基本的，我的芝麻香油，多少？一茶匙，一茶匙的芝麻香油啊。胡椒粉，来撒少许的胡椒粉。哎，今天不是云顶半山的秘制花露吗？啊，放你飞机啊，今天啊，表弟喜欢放你的飞机耶。我讲过两个，后来因为我主要一定要找一个嘛。啊，明天才。没有，你昨天很恐怖哦，你可以看回昨天。对，我知道。后来你说不是要做那个还有一个粉丝讲哦，你不是要做咸蛋？没有，你昨天结束。我可以煮两样肉，那我、昨天结束。你妈妈讲不要煮两样肉吗？我就才有。昨天明确的结束是。对对对对。后来有人讲，不是要讲，不是那一天讲。没有，我知道那个我们没有想到这样快。那个就讲后来我说 OK。通常是椰子虾、啊。
太便宜了，叶子虾也会来了，时间先减仓，时间。1.2公斤的鸡翅啦，放进去啊。表弟啊，强词夺理啦，我不知道为什么啦。你这个是你是帮装还是帮闲？我帮大家啊，帮那都自己昨天还讲了，你看回自己重播看看。我知道，我知道，你知道，但是不做，不是不做，不是。你又讲我的问题哦，我没有要求要这个，我那个木没有了了。啊我没有想要要求这个，等到没有木了，等到没有木了，等到没有木了，我没有炒这个。啊，这个是第一次做的啦，咸蛋黄耳鸡啊。今天煮的菜也就两道是第一次做啦。啊，除了那个菜啊。啊，除了菜炸菜。那个菜应该有四次了，我看。我炸菜啊，这个是我没有买菜啊，今天是头头尾尾啊。你看这个红红买回来的菜又没有煮啊，放在那边又要坏要坏。西兰花 ，cauliflower。红红买回来的菜啊，那都是红红的错啊。这个应该不能可以吃，不可以吃在地上。要坏掉啊？啊，坏了。闻到完了，你看，红买回来了，没有刺，放在那边。说今天又是那个野炊饭啊。野炊饭炒炸又系。炒炸。我要找那个。应该有三次或四次了，没记错啊。没问题啊，就是重要是你有两样菜你要懂的啊。这两样这个。应该有点痴呆的。痴呆了。来木薯粉换成三汤匙，三个汤匙的木薯粉啦、啊、来上粉啊木薯粉，等一下这个是要来炸的，蛋黄粉一个汤匙、应该要一个汤匙半了，一个汤匙一个汤匙半了、okay, 一个汤匙半的蛋黄粉啊，就给你讲重啊，我们这种有料的一看就知道要讲半，因为水分比较多，都我们三个汤匙的木薯粉，如果可以的话鸡翅一个汤匙半的鸡翅粉啊、那个蛋黄粉啊，鸡翅膀稍微抹干一身，它就没有这么多水分了。啊，米其是来倒米了，倒米哦，都卖啊，都卖啊，都卖啊，来吃了。咸蛋鸡翅终于出场了，谢谢表弟。对对对，这个是米其要叫我煮超过一个多月了。表弟，你来可以这样了，一直忘记蜜制花露。OK， 明天，very sure， 花露我都买了啦啊。我这个没有炒哎，还是会煮出来的。那椰子虾你炒了整一年呢、啊，也是煮不出来。椰子树的苍蝇、椰子树的苍蝇，什么椰子树的苍蝇？苍蝇啊，我那叫苍蝇、哦。有这首歌没？呀。Add la chong stir fry mixed vegetable very yummy 啊！哇，炒那个炸菜那边放辣肠。哦，放辣肠也是，你不要你有辣肠没你？你可以放辣肠，但是我没有放辣肠，我就是放这些料了，然后分享六个群主了，谢谢、哦、谢谢啊，谢谢，可以。哎，你去打针可以吃鸡肉吗？然后你要问医生呢，你打什么针？你这个要请教医生、哦。喝多点水啦。你问我一定跟你讲什么都可以吃的、啊、我们就是什么都可以吃的、啊、什么阿姆兰都可以吃的、这个是稍微切一下白虾这样啊，这个是有没有拿这个白虾来了，这是白虾呢啊，刚刚拔的啊，白虾就是啊，我们开背部就好了，蓝莓白虾，这是蓝莓白虾，蓝莓啊，就是就是稍微洗一下白虾，有没有开背部肠，它的肠真的，我苦苦等表弟了啊！又明天，对啊，明天恐怖啊！啊，表弟 steady 蹦逼逼啦，绝不食言啊！啊，只是今天食言没有啦，啊，明天不会啊！不是，我们，啊，水洗都不清啊！你看你的那个，是啊，水洗都不清，出来还就有猪肉的字啊！哎，还有猪肉，还有虾字啊！而且这个虾我们稍微轻松一下，洗一下啊，冲水一下。没事，煮什么吃什么了，我们啊，没事啊，就写什么，不太强求啊，我今天我忘记买油啊，带过坏了。哎，这样你油够吗？够油啦。现在油很贵哎。对啊，油很贵。啊，不过你 very expensive 啊。我去菜市场啊，不过你满满的嘞，没有人买哎，是不是太贵啊？我不知道博格利的本身的价钱是多少钱、啊。我们第三样做的就是一个。我是看真的是比较少人买啊。其实他们的菜是在外国很便宜，但是运输费啊各方面啊。其实运输决定那个通膨啦、啊，包括那个油价啊。
啊，那个我们的石油，我们你可以用鱼滑，要用没有鱼滑、啊，我们这里没有鱼滑比较 OK， 我们用手动滑啦。你可以用鱼滑，你也用手可以用那一个什么那个什么不，我们用手动滑，下滑是不是啊？下滑是不是你要讲？对，用下滑，下滑也可以，这是什么滑都可以啦。手动滑、下滑、鱼滑都能啊。对，所以我们今天手动滑。前一天表弟唱完整首《绿岛小夜曲》，绿岛小夜曲想唱，他连哪首歌了？想唱。这里一道像一只船。晚餐有没有跟表弟跟着做？来，我们唱半汤匙的马铃薯粉。马铃薯粉，来半个汤匙的马铃薯粉啊。少许的胡椒粉，少少的胡椒粉啊。收盐。少许的麻油。盐不用放了，它本身都有盐啊。半汤匙麻油。来半茶匙的麻油啊。捞一捞啦。你可以放一点味精下去也可以啊。味精。鸡精。它已经有调味了了、哎。Coco， 我看到你给欣赏了啊！现在我的 app 正常多了，之前看不到，现在看到了。谢谢 Coco 啊，谢谢。哎呦，痛啊！打沙盘，打沙盘。哈哈。今天我做这个是要跳出来了，你这个、这个放回去啊？掉了，这样肮脏了。那有时有回到水在那边的，你又清醒很多。不是啊，一个试的东西嘛，你要知道，我不是我我不是我不是盖的，不是我还懂得试的东西和干的东西。我国力澳洲的就贵啊，中国的才便宜啊。其实发达国家的农业是非常发达的哦，他们的成本种上来的成本是相当便宜的。因为他们用科技来做啊，科技是你妹妹那只狗上，哎，问我们今天要做的东西，那是叫那只狗去种菜是吧？科技，就是我们卖一下，哎，下午好了，哎，谢谢支持啊。对，我们要做什么东西呢？因为包菜花一 kg 20元啊，太贵了。哎，我很少买菜的啦，我都不知道菜的价钱啦。我们赚这个钱。哎，这个不就是我们早餐吃的哦？面包，白面包，你要这样做这个。白面包啊，你要来涂上去啊。这个啊，我有一个 idea， 你去买一罐沙西啊，买一罐沙西，你来啊，你撕那个面包丝啊，这样子来点来吃，很好吃哦。啊。这个如果要啊，你要给它。以前我的婆婆啊，小时候是这样子做给我吃的。稍微压下去呢，然后给它扁一下了。啊，面包剪吗？我给你的蔬菜目前没有起价，我给你本身都很贵了。这个，所以我们来，我们用木杖啊，揉一下啊。这叫木杖啊。啊，木杖。不对，叫什么？木棍啊。有木杖啊。啊，拐杖的杖吗？用拐杖的杖啊。OK， 来说我们现在用手动滑啊，涂上去，要手动滑啊，稍微打湿它。你这个你手动滑，如果你可以放一点那个，随缘啊，煮什么写什么啦，谢谢啦。但是今天这两道菜都是新的啊。嗯。标的时候每次表弟就重复煮哦。这个很像你的那个。对 ，COVID-19 那个手动波这样子，其实可以做很多了。那原理是这样。改天我都做多几样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只是我们只是错。哎，你这个面包哪里买啊？这个面包啊，面包店买哦。哪里有找到这样类似的？有，你是传统的，这隔壁店嘛。这个是我在 market 买的。有卖啊？有，我买两包，我知道你喜欢吃，我买多一包给你看几盆你。不是，我要点那个沙西来喝。你有看过吗？罗蒂布特 ，white bread。OK， 这个是我们先我们先冒了几颗片先。要有水分。好，我们这个。今天做什么？今天做面包了。面包。他讲什么三色面包卷啊？三色面包卷第一。还要再来了。
不够吃啊。这个应该是用来炸的是吧？这个来，对啊，你很聪明啊。面包不来炸来蒸很难吃的，除非你放咖椰了。哎，来车蒸啊，你看蒸啊，车罗蒂啊，车罗蒂啊，这面包哈，你啊，涂一层啊那个面包啊，布兰蛋啊，布兰蛋你涂上去，放点糖啊，放点糖啊去蒸烧它，哇，糖一融掉啊，布兰蛋一融的话，香到啊，各边春去啊。我是孙子，干面酱啊，这只叫对呀、啊，干面酱、啊，没错，干面啊。啊，我、哦、不懂。我，哎，我们放上它涂上去。啊，鸳鸯面包片啊，叫做。那七片吧啊，这里。来，我们把我们的手动花放进去啊。共谁吃了一片？应该有八片。是有八片的没？应该有啊。啊，面包加牛油咖椰好好吃啊！嗯、再配上那个麦乐啊，啊，咖啡哦，搞定。那宵夜你这样子吃，没有人骂你的嘞。啊，你宵夜煮包面，人就骂你了，奇怪了。这个可以做那些这个你有挖的感觉呢，吃的时候。以前我们也是来点沙西式的，来、啊、是吧？我没有骗你嘞。点沙西啊，我觉得很。很 match 啊，你们可以试试啊，点沙西啊。我去，你妈妈教的话，你知道吗？我不懂。你妈妈叫我有一天呢、啊，我在住乡下的时候，她跟我讲去买一条白面包回来，然后她叫我去买一罐沙西，直接这样点来吃。没、啊，我真的很蛤蜊这样子吃嘛。你吃的，我要跟你讲，你要这样子撕一撕来，这样子来点来吃的，很好吃哦。啊，我们这个可以涂，你可以涂容易一点啊，看啊。还不是不蘸啊，是擀棍啊，擀面棍啊，擀面棍啊，它是那种干活的干啊，擀面棍啊，面包的面啊。所以我们是没有不是棍啊，它是擀面杖啊，啊，拐杖的杖，啊。所以你就是长龙一点也是可以的，我就长龙一点哦。因为就是给他倒没有啊，好像在教导做早餐是吗？或者是像油条让我们让鱼滑了是吧、嗯？这个是手动滑的，我们你可以放鱼滑。我们玩面包啦，面包吃的会胖啊。因为我们现在还剩下一点点了，不要紧，不要涂太多太多了。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准备了，面包不用剪起来吗？等一下了，等一下要剪，等一下要剪啊！你要有人放 sausage 在中间的，像那种外面卖那种啊、哦，剪上来这样子来炸来吃饭。啊，米奇偷吃一片，米奇没有啊？嗯，对，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他买回来打开就是这样子了。第二，我们要做的是干面蘸啊，干面蘸，干面蘸，干活的干。这样我不懂得了，晚上写食谱的。哎、还要跟你讲木棍啊，用木棍来卷一卷啊。OK， 现在我要做的东西就是这个哇，海苔啊，紫菜啦。紫菜，这里有的开啦。是啊，就不是开这里。没有你有的撕的啊，方便你撕啊。最后还是用剪刀。这什么海带都可以啊，什么紫菜都可以啊，用韩国那个剪紫菜就可以了，熟悉的那个剪那个。今天你们没有吃饭啊？有啊，有包饭吗？你要来我家吃饭啊？啊，过滤啊，这老人家看不到。Are you okay? OK， 来。我给来紫菜啦，我们拿一片。拿两片，啊，你这有两片了嘞，应该是。一片而已，一片啊。这收上来。面包点沙是给你的孩子吃，我怕我们会停不了口。嗯，最后还是我一个人吃就好了。来，两片是吧？对。对，两片。OK， 我们两片啊，这上来。面包上面涂什么？涂那个手动花，你可以放鱼花、虾花都行啊。面包点沙是什么？
你吃了先，你就知道我的那个味道。点沙溪来喝啦，啊，就是你沾沙溪来吃就是了。哎，这样我不是买那种包装的，这样子也是可以，也是可以噻。哎，我记得我买一包啊，用完了没？对，我们现在用的另外一个。OK， 两大片啊，切成这样样子啦，剪成这样样子。还有咸蛋黄。对，要准备咸蛋黄。喂，这个有用到咸蛋黄没？有。哇。我今天我做两个咸蛋黄的料理。十八多工啊，今天。啊。两个咸蛋黄的料理啊。很多工啊。嗯。看你有那大刀。Thank you, Lion Share， 谢谢分享啊，来，请留守了，我们看他搞什么了。哎，面包上面。涂上什么、啊、我们是那个手动滑你可以放鱼滑虾滑都行啊，来过来我家吃饭啊，可以啊，没问题啊。啊，龙珠取出一粒龙珠。OK， 来咸蛋黄了，为什么要这样做，不是更滑是不是？我们白面包是涂那个嘟拿鱼来吃啊，喂，给你弄扁头嘞 ，OK 了，挺漂亮喂，对啊，哇，这个你可以放酒楼那边哦，摆设这样子哦，啊，哦，直接放上去面包上了，对，面包上，大家。紫菜会咸吗？不会咸的啦，紫菜没有简单煮咯。不要这样讲，阿乐，简单的定义是很容易找啦，这个食材。对，食材容易找。它不是简，它是煮是简单啦，你只是要手工啊。就这样好咯。两片紫菜，哎，两片紫菜围着它，对，上下围着。其实我太快了。你要放锁线是啊？上面还要放一 点，还要放一层啊。啊，勾完你的手动滑 ，OK 了，包包 ，OK， 还要涂上一层呢、啊，包包了。所以我们的手动滑不要这样快用完了，我就忘记了。OK， 放点稍微连住一下就可以了、哦、有连着啊。它留一点手动滑是原因是给它有的当杆这样子来用了、啊。对你可以用筷子，哎，不，用那个牙签来动啊，如果没有的话。就剪了、哦、啊，就不会张，它不会张开了咯、哦。不会张开了。啊来来来，继续做，来，不要停。来，晚上好，傍晚好，来，下午好啊，谢谢大家的支持与守候啊，谢谢大家的分享与留守。你也是挺香的。好吃的东西啊，你们又知道好吃。这个是好吃的。OK， 它一定要遮到啊，不要给它超出啊。你看紫菜要放多少片都可以的是吧？好像没有定义这样的人。所以很多工啊。不会多工啊，你只是知道大概是怎样来做了就可以了。我觉得 OK 啦。嗯。我觉得这个。超容易做啦，只不过要一点时间啦、准备的材料啦。有看过这样做吗？没有看过。这个、下午茶点心啊，其实你拿这种炸的啊，也是好吃的。粘一下，就多出来一点。我省着用。要省着用啊。哎，在这里。你要张粉啊，不用哦，这个是自己来炸的，就是炸了自己炸哦。我们先炸了。OK， 要喷点油在它的刀背那边啊。因为它会粘在。它怕它的那个，你拿那砧板啊，就是涂上油啊。压它。啊，给它有固定的时候再用刀背的压。西北刀工啊，嘿嘿嘿。那你就开。可以啦，给你的家里的人一个惊喜啦！哇，你会做到这样样子啊？哇，到底怎样做了？哇。来沙溪配面包吗？还是沙溪没有加水的？沙溪为什么要加水啊？沙溪你打开就是汽水了嘛，直接这样子倒入啊，就直接沾面包来吃咯，就是这样子咯。我不知道你们有吃过没有啊？沙溪沾面包啊？啊，好美的面包啊！我们来看它搞什么啦？等一下我们看它成品啊，到底好还是不好啊？粘一下，不要太大力啊，不要给它走心啊。不是
一天两。说东华哪里买？我们李姑度啊，李姑度 sponsor 的，啊，你可以去跟李姑度买啊，上网可以买了，没有话你私信后台啊。所谓 egg yolk is normal egg， 这个 egg yolk 是 soft egg yolk 来的，我们是用那个咸蛋黄啊，含蛋黄啊的那个蛋黄来的啊。Look like 辉鸿 this 啊，深夜厨房啊，有没？辉鸿有做过这个没？This is called pattern liao liao. Yeah, we doing the roti pattern liao liao. 就是 pattern 多个 badminton 啊。啊，这个是 PLL 的roti啦，啊，创意料理啦。啊，你们都看咸了啦，主菜一定是咸的嘛，所以做一点创意了。做一点好了。这个表嫂都没有吃过了、啊。我根本都没有看过，第一次看了。600多天哦，我问他，你会做面包吗？我问他，你今天做什么面包？你会做面包吗？买遍的面包。这个面怎样腌制啊？它是放一茶匙的盐一茶匙的鸡精粉，一茶匙的糖，半茶匙的盐然后料酒咯，还有那个芝麻香油，还有放木薯粉，这个比较多，你就是基本的啦，这个放基本的这样子啦，让我们上去。对，沙西张面包好吃啊，你们可以 try 一下。要这个面包呢普通面包好像没有这种感觉啊，有没？真的。想问一下表弟啊，每次煮到咸蛋黄的菜啊，蛋白要怎样处理的？蒸过了又咸啊，丢掉又感觉很浪费啊。你拿去喂鸡鸭咯。哎，不，喂自己好像不可以哦。可以啊，你可以来送粥吗？送粥啊，粥啊，吃粥哦，配粥吃哦。第二天粥不咸，不会觉得很咸啊。你咸的话，你就放粥了。哦，我是这样觉得。如果它这个出来，那黄色是什么？纯色啊，这个是咸蛋黄来的啦，含蛋黄，它是一粒蛋黄啦，压下去啊，压到这样子啊。哎，表弟，你还有一片怎么办？那个多了。什么你？你的咸蛋黄没有了？没有咸蛋黄了？没有了。啊？没有了。那你就捡那个不要的咸蛋黄啊。啊，不要没了。请问咸蛋黄有蒸过吗？啊，这个没有。这个没有啦。另外，它亮亮的，是没有蒸过的，很漂亮哦。表弟是有创意啊，手工妈妈。刚好赞美就好了，赞美我喜欢那边上面。他喜欢上一句啦，后尾妈妈的那个算了啦。算了，我没有听到。开玩笑。疫情多少？不懂你有看新闻了今天？没有啊，没有了。还有一单呀？还有啊，还有啊，来啊，还有一粒先。比较少的问题啊，他要来去整。不奇怪的，有一单。是哦。点解嘅？你咁快做咩？我冇咁快，你咁快做咩？而家用咗，你睇。我的妈妈拿去蒸掉啊！准备溶掉。他看到有一粒啊，去蒸掉啊。好了，这个就一粒了，这个放一粒，它溶掉了。我们就这样涂上去。哎呦，这个一粒哦，要咪给你拿？你要再涂上去。表弟很有耐心啊，慢慢做啊，细工出真品，哇，谢谢你啊！谢谢。今晚吃面包，米奇，你吃得饱吗？面包很饱的嘞，你面包啊，淀粉来的嘞，很饱一下的嘞。那个涂上那个白色是什么、啊？手动坏的。今天4965宗啊，哇！我们有3000人两面了。3100了，3100了，可以啊，3500哦。你做慢一点哦。这样的面包夹扎上来啊，切上来就很美。来，让我们看他怎样做啊。有一点点这个。来，你的油快点开火嘞。这个不能大油，不可以大火。一定好吃啊。来 ，Mickey 问了3次，什么是沙士啊？沙士不懂啊？有喝过汽水吗 ？FM 沙士啊。汽水有分可乐、百事啊。还有什么鸡加堡，有一种饮料叫沙士。你有去过那个？你知道什么饮料叫沙士吗 ？SARSI 啊，沙士。这边胆固醇很高啊，这个表弟不要吃才对啊，我吃就可以了。表弟是胆固醇高了OK， 他的饮料，他的罐装好像是
有点像是巧克力色，又不像巧克力色啊，沙细啊。你去吃别 A W 喏，啊 A W 的味道啦 ，A W 的 Root Beer 的味道来了，很香啦、啊，本来就是啦、啊，没有，他们叫 Root Beer， 不一样，沙细是沙细啊 ，Root Beer， 好像像 Root Beer 的味道啦，就是不一样，你好像你讲可乐跟 Pepsi 一样，不一样。好物纯归底啊，最好那一件是好料啊，那个给标少了，那个加一些鸡蛋和盐蛋白啊，咸蛋白啊，一起炒了粥来吃啊，很多人建议蛋白来煮粥啊，不错啊。OK， 我们就是油啊，第二就是沙士啊，沙士，鹿兰溪鹿明弄沙士啊。以前马来西亚有一套戏叫《鹿兰溪鹿马戏》啊，应该是很早期啊，我看有七八年前了，这套戏。OK， 那我们看那炸成怎样啦？到底好不好啊？等一下留手啊！你吹牛？沙西比百西可乐甜啊！但是你喝到甜的糖分几乎是一样了，我觉得。帮我问师傅啊，我买了一罐海天腐乳啊，为何里面白白的东西浮在上面，可以吃的吗？你拍给我看一下。Mini， 你拍照给表弟看一下。一般上没问题，如果你看有没有过期。白白的浮在上面的哦。你看看有没有过期啊？你啊，那么你拍照给他看呐、啊。有没有看过期的那期？还是你拿那腐乳给他看看，还是不是一样的白？没有问题，有时你买到了是不是过期的啊？你拍照给表弟看就有了。OK， 给大家画几道哦。这个它的出厂日期在这里，2021年5月11号啊。出厂日期了。啊，在这5月11号出厂日期，这半年而已啊。OK， 那一年，腐乳黑那一年啊。小弟，我想要这个食谱啊，等一下啊。晚上会写啊，晚上会写食谱啊。那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今天我炒，因为炒菜了。And W Rubio now change name to Sasa Masasa Bali La， 什么名字？他们 Rubio 不是改去 RB 吗？我记得。OK， 这个油啊，稍微热一点就可以放下去了啊。来，稍微热了，我们你没有开小火啊？没有，我现在开小火先。来，慢慢炸啦。来，刚刚进来黄色和白色是什么？黄色那个是咸蛋黄啊。你下去的时候要再碾一下。白色呢是说冻黄。再碾一下啊。说冻黄。OK， 碾一下才放进去啦。这个小孩子一定喜欢的啦，这种。是不是太肥了是吧？太肥了。太肥了啦，这个。有，你要再跑出来，我刚才没有炸沙的，它扎实一点。也一般，但它料比较多。这个已经很不美了，很不美还是很美？很不美，太肥了啦，阿江。油不能太热啊！哇，太肥了。油不能太热、啊。以前小时候沙士和罐头龙眼啊一起喝，炒河我没有试过耶，罐头龙眼放沙士啊，可以试一下嘞。有指定什么牌子吗？你的罐头龙眼？甜上加甜啊，那个。慢火炸啊，它的慢火、啊、开始啊，大火了开始了。刚才先不能太热油，不会油不会太热，就是稍微热就放进去了，慢慢炸。不太热，然后外面焦，里面还没有熟啊。它的技巧是说，你不要开这样大火炸它，慢慢啊。然后最后要拿上来的时候开大火了，要拿上来开大火啊。没有的话，你的那个皮啊，外皮会焦掉啊。你们好啦，下午好啦，谢谢支持啦，这个做给小朋友吃啦。如果我不要放咸蛋黄，我可以放其他的吗？好像我放芋头类的这样东西的，甜瓜、金瓜这样的呢。芋头啊，或者是那个，我们可以放什么吗？年糕啊，可以吗？年糕不适合啊，年糕很来代替你的太甜那个。粘性哈，
代替你的咸蛋黄，可以吗？不可以，不可以。你连到这里只甜的了，我那个是甜的哦，捏呢，是捏一下，不是捏一下。啊，捏一下，捏一下。我们的华语是，不到那里来。吃个酸啊，吃过酸啊。这个就是不可以用 A 白叶吗？可以啊，你们可以啊。可以用 A 白叶。不会用 A 白叶，他不大熟悉 A 白叶的时候，他只会基本的啦。可以用 A 白叶可以了，你要喷油了。但我觉得炸方面呢，炸方面呢是比较传统料理啦，好像这样子啦，炸春卷啦、啊，比较香啊，还是用这种油出来炸、啊。对对，但是你要健康就。那 you can try to use air fryer。对对，你可以比较健康哦，要 air fryer 比较健康啊，因为我们大火开大火炸、啊。Triple Air 龙眼水啊，这个牌子是叫 Triple Air。哇，拿那油炸面包细油啊，是啊，不是口满口油油吗？啊，你大火把它的油逼出来啊！现在大火了。大火把油逼出来，它就会干身，它你摸下去啊，不会觉得油啊。等下你们才看看看有没有油哦。Last time 表弟 cook this rose 啊 ，the rose， he used carrot 啊。啊对 ，also has orange color。对，你放 carrot 的时候。对，那个是 cook， 你是放 carrot 换那个芫荽啊，啊，那我放那个，我们可以放那些。有点像春卷了、哦，马上。这一条你与众不同啊，肯定认得出是点米去吃的。那个比较大条的。啊，你可以放气炸烤箱吗？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哎、啊，为什么年糕炸的不会软啊？你有炸过年糕吗？年糕炸一定软的，就会软，它已经除非你炸不熟了。啊。不是你炸不到透。你的年糕不够硬，不够太厚了是吧？嗯。现在表弟用什么炒锅？哎，这个。我们是36cm 的那个黑杠铁锅，还要再炸两次啊？没有，是啊，炸好了，亮亮啊！红盖上写的是6月12号，出厂日期。2021啊，这样你是新鲜的哦，还是新鲜的？你可以私信给表弟看一下，你拍照给他看是什么原因白白的、嗯。也可以放面包糠来炸，也是可以啊。嗯、来，我们先蛋黄鸡翼啊，嗯，这个是上粉啊，再来。因为它刚才我太快了哦，鸡啊，我建议鸡啊，鸡肉啊，麻干它，好像没有这么多水分哦。这样包沙丁鱼好吃，我有吃过嘞。这样子的沙丁鱼，对，面包沙丁鱼很好吃。OK， 来，我们现在炸鸡翼啊，说你要上粉啊，你注意看一下你的那个水分啊。有卖吗？多少钱？有，这个36cm 的锅啊，109块，私信后台啊。我们有一个32cm 的，是卖99啊。你就这个比较大这个了，你就先放下去。来套假年糕、嗯，放金瓜代替，可以吗？金瓜泥。金瓜泥啊，代替你的咸蛋黄。应该咸蛋黄是比较香的哦，金瓜泥就是、啊。因为有些人不吃咸蛋黄、哦啊、你可以试试啊。来，我们这个是要做咸蛋黄的那个鸡翼啊，所以我们先炸鸡翼先啦、啊。你可以试试一下用金瓜，应该是可以的。你做了了，给我知道。那、啊、做了，分享一下啊，分享一下，我讲在群组也是可以。啊，油还不够热啊、哦，稍等一下。油要热一点，创炸比较好理想。Yeah, today two piece also using the sorted egg yolk 啊。Yeah, 两道菜都是咸蛋黄啊。咸蛋黄，两道菜都要炸的。嗯。啊，油要热一点，然后油不够热，刚才放下去。太多了，油就不热了。年糕放太久了，要先蒸软少许啊，隔天再炸就可以了。就是有，我们说有、啊、有。啊，炸鸡翼啊！等一下我们是要咸蛋黄的鸡翼啊！啊，很少人有看过咸蛋黄的鸡翼啊，少人有做这样的这道菜的。你拿那个，借来，有啊，借。来，下午好，下午好，来，欢迎欢迎。你要切的是吧、啊？那个，嗯。OK， 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那个
三色，三色面包啊。嗯。来来。一般上呢，你的头尾可以切掉了。头尾切掉为什么？为什么不要别人呢？啊，斜切，你要斜切啊？不，这你要随便你啊，我都不懂。哦，你要小块小块啊？哦，三色啦，就是有咸蛋黄的颜色，有黑色，还有什么色？那个虾。不，说动画，说动画的颜色啦，要三色啊。大小片。啊，新年，我觉得可以做这道菜了。新年菜吗？新年菜了，也是。哎，命给这个你的。啊，这个是肥肥啊，肥肥啊，肥肥人吃肥肥啊。哇，巨型啊！哎，可以放 cheese 吗？我觉得不错，很美哦，啊，很美，这个超容易做啦，啊，不要恐怖多工啊，啊，不可以你做出来你的孩子啊，哇，妈咪这么厉害啊，啊，要看好吃没有，一定好吃的，因为收冻黄的 Q 嘛，你放鱼滑就鱼滑就比较脏地啊，你可以放虾滑，虾滑，啊，虾滑，收冻黄和虾滑啦，啊，建议用收冻黄和虾滑哦。啊，看比较少帮忙切啊，看切哈。我的人简单，帮忙吃就好了。哇哇，好酥哦！啊，面包很香，那位一定香的。你不会油有油吗？没有啊。啊，不会油啊？不会油，干酸。妈妈讲我喉咙痛，你的，像九楼菜的感觉啊。那九楼菜来了吗？那九楼菜啊，两地叫的菜都是九楼菜的了。我跟你讲，最好吃的就是这个，在脚边的皮是最好吃的。啊，脆啊！他们不识嘢啊，跟我切掉啊。他们不会啊，把那脚边干切掉要丢掉哦，就拿来吃了。你要丢掉是吗？我求人拔地啊。嗯，对，小孩子拔地啊。哇，这样很好吃哎。这份美乃滋已经，它好像是饼干的啦，脆脆的，超脆的饼干啦。来，我们翻看我们萝卜、哦。我没有，反正没有吃到咸蛋黄的味道，可能要吃里面了、啊。留两块给你啊，你来的都完了啦。来，这是白菜，是吧？白菜。OK， 那我们的 cauliflower。白色的椰菜花，这家里生头生尾的菜啊，全部放去穿烫一下、啊。里面肯定熟透吗？等一下我吃一下里面啊，因为这是外层、啊。熟透了，但是因为它东西很薄，很快熟的，它蒸烫一下就熟了。不要大口吃东西啊，所以你不要太大火炸咯，我就为什么要不要太大火炸？它就慢慢。所以你在大火炸的时候，你一外面一脆，一焦很快焦，面包是很快焦，一焦的话里面就不熟，所以一定要小火你慢慢去蒸浸泡了，然后去最后才开大火啊。这个菜吃多了要多喝热茶去油啊，希望明天不会喉咙痛。我妈讲等一下明天就喉咙痛啊。来，你可以放白菜啊，或包菜啊，几天啊，菜头菜尾啦、啊、所以我们主要的是这个椰菜花是主角来的、椰菜花你有什么剩菜你就配下咯，好像萝卜我们有那个 baby corn 啊，玉米心啊，来一起穿烫啊！让我们看我们的炸鸡炸到没有？
之所以炸到这样黄啊，就是因为我们有那个 cutter sugar 黄啊，蛋黄粉啊 ，cutter powder， cutter powder 不是 sugar， 加花好吃，我说过，上次表弟的比较好看呢，很出色，谢谢你上面。哎，再留走啊，还有一个咸蛋黄啊，嗯，总之有很难蒙的东西都好吃的，我觉得。喝气花，你要加多？我喝的是鸡，我喝的都是英式茶的、啊。其实日本人哦，日本人每个餐啊，他们如果有炸的东西啊，他会都会放萝卜，萝卜磨磨给你啊，那萝卜放你酱油，你点一下，你就是会凉。是没？是。米奇，你可以喝沙士了，等下去买一罐来，买一罐回来点呢。吃了会胖啊！今天啊，只限今天。OK， 这是我们的那个菜啦、啊。我们有猪肉片、虾，还有虾。我们放点酱油。啊，这是简单啊，放点酱油，放点生粉。那腌啊。放点生粉，酱油。来放点木薯粉，木薯粉或马铃薯粉啊，一点点就好啊。他们稍微炒一下就可以了。你看鸡要炸到干透啊！锅欠了，老兄。来炒菜了，捞两下就上来了。要炸两次，哥。不用了，你如果能炸上来，就不用炸了。鸡油放粉吗？有，我们放木薯粉啊。对，你炸了，它已经很热了哦。木薯粉跟那个蛋黄粉啊。如果它油不够热的时候，你就要炸两次。现在已经酥脆了，你叫里头炸两次，脆过了。其实可以这样吃了的，但是这样吃还不够味啦，不够很味就。蛋黄蒸熟比较容易做。我们蒸熟的是蛋黄，是豆咸蛋黄啊。不建议蛋黄蒸熟啊。啊，为什么？这个做法对的。蛋黄是啊。啊，真的。蛋黄蒸熟的变成这样了，你看这样讲连不到嘛，你看。那讲你蛋黄蒸熟，它就干生了嘞，你就很难贴在面包那边了、啊。所以要注意一下，说不鼓励蛋黄蒸熟啊。对。煎蛋一粒，快二。来炒菜来。赤萝卜是去油啊，日本萝卜泥好吃啊。对，萝卜泥你它磨炸的好美啊。它不是去油啊，它去热，降温啦、啊。OK， 来蒜米爆香先。嗯。我们的那个虾和猪肉片，其实你稍微拉油一下也可以啊、哦。啊，炒一下，爆香一下。啊，鸡肉炸得很美啦，是真的、啊。表弟炸的东西不用怀疑啦，还可以啦。等我们把这倒下去哦。来，刚才穿烫好的蔬菜也放进去啦。所以我们是以那个椰菜霸为主啊，放一点水，一样水。拿一个汤匙的料酒啊，放多少的水？水多少？水差不多150 ml， 150 ml 的热水啊。今晚的菜，小孩最爱啊。来，我就是搅开了。来，我放一点蚝油下去，来，汤匙的蚝油，一个汤匙的蚝油。啊，蚝油煮炒菜就好吃了。嗯。糖一茶匙，一茶匙的白糖。鸡精粉一茶匙。四分之一茶匙的盐。四分之一茶匙的盐啊。撒一点胡椒粉，来甜豆，荷兰豆还是甜豆？荷兰豆，
荷兰豆啊，你可以甜豆也可以、啊、七八条啊，甜豆都行了，一样啊。再、加多一点点水都可以。表弟很想吃这个菜啊，几乎啊，一个月会出现一次。没有，它是颜色也配它吗？啊，说的哎，从一块钱起到块二啊，起了 20% 啊，哇，那么高啊！啊，那工钱都没起这样高、啊，鸡蛋还比我更努力啊！哎，马林师傅很勾芡啊，芡字。再来。Thank you, Lion Share, 谢谢你们的支持啊！等一下请留守啊，我们还有咸蛋黄鸡翼啊！呀、，Corn Fry Out 得救了，表弟，哎，这个又不给了，洗一下啊，洗一下放进去啊！啊，有一个很厉害韭菜的爸爸，多好啊，每天可以吃好料啊！你也可以成为你下一代的好爸爸、好妈妈。由现在开始啊，由看表弟好主意。上一代可能不要你讲一句由看表弟好主意。上一代的可能不是你要你爸爸妈妈可能没有煮给你，所以你要成为你下一代的爸爸妈妈。那连筹了，我们就可以了。是，这个因为我们酒炉子的锅跟这个火炉跟这个火炉就完全不同。看这样的菜就煮了好看，青色的。今晚的菜都是我最爱，看得肚子饿啊！幸好我也煮好了，看完表弟就可以开饭。哎呦，玉米芯掉出来的，对啊，我们洗了啦，然后再放进去啊。这个啊，那个字啊，一定要打芡的，不然啊，很多水出来的、那个。对对对对，一定要打芡的、那个。啊，没记你就好了，天天有免费东西吃。嗯，这个就是典型的啃老族咯。啊，把珍贵的菜放在最上面就是了啦。颜色啊，青色啊，你看。好 ，OK， 小手机了，拍照片先啦。包菜掉了一片啊，厉害啊，厉害！哎，这样都可以看到。来。主节了，进入主节啊！那咸蛋黄，跟我们咸蛋黄是有几粒？四粒是吗？四粒，四粒。OK， 四粒的咸蛋黄，我们蒸熟它，然后捏，拎，烘碎它。还可以加黑木耳或者蘑菇啊，哎，都行啊。这个菜头菜尾你可以加，因为都叫 mixed veggie 啊，杂菜吗？没有限制了，你可以限制你发，反正你可以放小白菜下去炒也是可以的。那青色啊，大家那么以，如果你雪柜有小白菜，都可以放下去。反正雪柜有西芹，头头尾尾都可以放下去的。Let's now maybe supper kitchen 啊 ，can cook roti babi 啊，有这样的东西啊 ，roti babi。牛鸭菜的哦，啊 ，Miki 有给家用吗？没有啦，都讲啃老啊，啃老讲给家用啊，啃老是不用做工的啦，在家里吧。米奇在 Messenger 寄不到给师傅看啊，你拍照一下，应该可以啊，那边有一个拍照的一个萝卜啊。什么？再过十年米奇要煮了。OK， 你可以用生油、啊、你可以用植物油、哦啊、我用植物油就比较香，比较少荣身为摄影师、啊、一生兼多智啊！啊，刚进来，请问那个咸蛋黄要蒸吗？有四粒咸蛋黄啦、啊，来植物油、你可以用植物油布兰达，其实布兰达就比较香哦。来布兰达多少？如果没有，你可以放油那个这里啊，这里差不多是。是三汤匙了，4汤匙了。你要多少个汤匙？4汤匙的汤匙。OK， 好，来我们兰大植物油的4个汤匙啊。昨天听新闻报道，今天起外面的茶一杯咖啡要涨60仙了，不知道属实呢？好像是啊。
啊，米奇是领薪水的，我打工的啦，保险啊，也是每个月出粮的啦，要算领薪水嘛。来四个汤匙的，你们老大，我们年尾要很多保险生意哦，啊、我们就在快开定哦。来，你们如果要加保，可以考虑米奇哦。他、啊、做 agent 的啊，他、啊、做 agent 考虑我了。没有啦，表弟没有心带你了，只有我带你了。哎，那没有心，表弟只有在厨房嘛。来，四粒的咸蛋黄，配上那个遇上四汤匙的布兰达植物油啊。我们炒一下，炒给他。来，稍微炒一下。布兰达油啊。在用的时候，我们可以米奇真有口福，甜、那个、是修来的。辣椒籽两个啊，你如果不要辣，辣椒籽 OK 啊，你可以放辣椒籽一条，如果你不要放就不要放啊。咖喱叶一定要啊，你可以很香啊，咖喱叶放下去。包菜花是主角，其他是可以增加颜色，好看又好吃啊，是真的啊。我们给它融啊，给它融掉去。差不多的时候，我们看来不容易煮啊，这个容易煮啊，这个糖啊，我们可以。表弟的简单煮啊，我们永远接不到，两茶匙的糖，来两个茶匙的白糖啊，白糖两茶匙，就一茶匙的鸡精粉，一个茶匙的鸡精粉，嗯，好，四分之一茶匙的盐，四分之一茶匙的盐啊。Vela shop at Eco Botanic, good and location 啊。OK。不好意思，有事要出去了耶。还、啊、可以，你再看重播啊，谢谢支持啊。椰菜花是西兰花，包菜花叫高丽菜，别搞错了。椰菜花是椰菜花，西兰花西兰花，西兰花就叫西兰花，包菜花叫高丽菜是吧？包菜才叫高丽菜。来，我们鸡翼啊，放进去捞一捞啊。我的糖蓉啊，什么油料呢？呀，咸蛋黄加布兰达，高胆固醇，表弟今天是要害自己啊！请问这锅哪里买？私信后台啊。这个32cm， 99块啊。黑钢铁，钢跟铁结合在一起的啊，质量啊。来，这样煮，这样子吃的会肥吗？吃什么都肥啦。不懂啊。晚餐吃一定肥的啦。剩下的蛋白要煮什么？你可以煮粥啊，煎蛋啊，啊，可以用现成的包装蛋黄吗？可以，可以，没问题。但是我建议用这个比较理想啊。今天的鸡一定好吃啊，这个我建议来煮啊。我跟他讲，咸蛋黄很多种啊，有咸蛋黄手工、鸡丁、鸡块，就是没有咸蛋黄鸡啊，咸蛋黄鸡你有看过嘞？比较少人煮啦。Chinese tea 茶翁 2% 电零贵啊，不是正常吗？我记得1% 是5块钱的喝茶啊。你看什么车？茶没有价钱的。所以啊，我不知道外面价钱是怎样啊。我觉得是10块钱浓墨啊，可能会带咸一点，盐不要太多。不要放太多盐啦、啊，等下我试一下就知道了。来，我给他那个评语啊，咸我就讲咸。OK， 这个是我们的那个椰菜花啊、哦，配榨菜。OK， 这个就是咸蛋黄有蒸熟吗？有，我们有蒸熟了。来，喂我一口就好。好的。这个很清淡哦，这样。来，这个吃了没有？先吃这个，先吃这个 ，OK。这个就是我们三色肉卷啊，三色卷啊，三色面包卷。好，我再吃这个啊。很像我们那个比较老一代的那种酒席啊，90年代很喜欢做这样的东西的，那是不是很像的？OK， 这个我拍个照片先。这个小孩子很喜欢。看重播很多广告，可以话支持我们啊！重播广告是我们的收益了。所以你们不用给欣赏啊、你们。I just try out what is ingredient 啊 ，which one？ 你可以看重播啊。不漂亮啊。重播有广告是正常啦、啊，我们有钱赚啦、啊，好不好？
我拍拍一个比较角度，会拍要拍到眉啊，90的头盘，对，冷盘啊，是吧？嗯，啊，每次都是这样的菜的，乡下才会吃到，现在比较少有这样的菜在城市啊。OK， 来，来，你们去试一下。我希望大家可以吃到啊，我帮你们吃啊。哦，到位。刚刚弄上来的。嗯嗯。试试。那个，嗯，咸不？会咸吗？会带一点咸。不会哦，我觉得 OK 哦。会啊，我反正觉得你甜不过我。甜不过哦，啊，甜可以放多一点啊。这个配饭吃啊，不是很咸啊。嗯啊，这样好吃啊 ，OK 啊，只是不够甜啊，我觉得还可以再甜一点啊。就是咸不要放那么多，盐不要放那么多。嗯，等一下我们会写那个食谱啊 ，OK、嗯。你们最后是看我的食谱，有时候我们吃了，我刚当场走下下的，这过的时候，后来我的食谱写的精良会不同的，为什么呢？啊、我们吃了只是我们想，我们会给、欸、改一下啊，我们。不止我一个人，是几个，会问啊，表嫂会问维拉强啊，我们都会讨论一下，所以我就被他写的那个精良比较精准一点的。嗯，啊，这个是我们的后期的。几根等一下会 share out 啦，担心脂肪肝啊、嗯、啊，一天啊，天天爆啦、啊。不要天天吃，这东西不能天天吃。当然，我是这个是示范给大家看，有可以这样煮，那么你们。天天吃，明白了就好了，不要天天吃。我们这种叫富贵命咯，富贵命不能吃、哎，富贵病啊，富贵病找上你。吃太好料，吃菜了对。所以今天如果我在煮那一个，我炸这个东西，再煮一个那一个花篮。嗯，明天呢、啊？啊，我不是给人家骂。啊，对，你两个咸蛋黄，很多人就要骂你了。讲梦对，因为我买咸蛋一次过买完嘛啊、哦。OK， 最后还是感谢大家啊，对啊，对表弟的支持，对我们的支持。那么我们已经进入621天了。哎呦，哇，621天啊！我就期待那一天的到来。怎么那一天？啊，我不需要天天直播了，可能两年表弟就不要天天直播了。当然我们是看我们就没有这样密了啦，可能一个星期一两天这样啊，两三天这样，然后可能会做一些短视频哦，视频哦，我就做视频。那5:30的时候就是一个视频出来给大家看哦。嗯，我没直播。或者5:30我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一些到处去走走啊，看看啊，都到时会啦，会做一些因为我认为节目不要死板板。我们的节目现在我们已经不是一个 cooking show 这么简单，我们要做一些生活的好像我孩子的兄弟姐妹他们俩的节目不错了，大家可以去 follow 他一下。我这里打个广告大家也可以去到你这拍照没有？这拍好照了，这拍啊。大家可以你看好不好吃，你看他吃了一个又一个，不过很好吃啊，我不广告大家可以去到这个兄弟姐妹还有那个 YouTube 的兄弟姐妹，你们可以去到你们可以去 follow 我们的兄弟姐妹就看到了。你哎，你是这一百个欣赏，谢谢。去兄弟YouTube 的兄弟姐妹，你想进去，你就可以看得到我们我的孩子，他们就是吃喝玩的。我的孩子四个都是。现的就是他们对都是胖了都是圆圆的，他们有共同点，第一首先要圆，第二个必须要有嘛定奥的啵，所以他们对他们有这个艺术的才华，所以四个孩子都会音乐，四个孩子都会唱歌 ，OK 那么12月31号可能我们会安排去到一个 Airbnb 然后建筑大间屋子，我们family在那边，那天晚上呢我们做唱歌。就是跟大家一起谁唱歌Mickey 的歌声像张学友，有有点点啦好 okay, 最后谢谢大家，感谢大家，我们明天5:30麻雀秘制你要秘制吗？我可以挑其他的字我不懂啊，你随便啊明天半山一点半山你要自取一个名字吹爆花篮吹爆爆吹还是什么之类的OK， 那就到花篮片了OK， 最后感谢大家，我们明天5:30准时见。花篮片，花篮片，拜。